I'm in heaven. 是的 ，test 主播。20年前，因为疑似强盗杀人案而被羁押的林焕仁，终于在今天被判了两个死刑定谳了。但是他的律师坚称说他是无罪的。让我们来听听现场观众怎么说。哦，啊，就是一罪啊，无人抓伊是要创啥？就只会说自己没有做啦，妈的嘞！哦，就是妈的嘞，吼，是亲切的意思啦，这 life 吼。回归正题吼。阿姨就是有做在心经啊，就只会说被警察刑求这种人吼。对嘛对嘛，而且啊，我告诉你，被刑求也不代表没有做嘛。我看他就是有做，不然我们来打赌好了。如果哈、哦、这个案子最后翻案，我就去你们家扫厕所，好不好？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。搞了20多年，浪费大家时间，浪费司法资源，这些律师都帮坏人讲话啦。这个案子审了20多年，一名的开封府司法院曾经想要解决九言羁案的问题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有听过速审法吗？啊？我就喝过速审汤，没有听过速审法哦。好，相信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也不知道速审法是什么。在2010年8月，由我们的英明开封府司法院提出，从立法到审议只短短不到8个月的时间，就在2011年4月由我们的立法院通过，堪称是全乒乓球做立法速度最快的法案了。哈？所以那速审法到底是什么呢？好，相信各位也还是不知道速审法到底是什么。第一，审判中的案件只要羁押届满8年的被告就可以得以释放。第二，经由被告主动申请，则可以减刑。什么？好，又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，林焕仁开庭时，法官曾经询问林焕仁要不要适用速审法减刑。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怎么说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哈、啊，还可以减刑？这样子，法院轻重人犯，主管机关开封府该当何罪啊？好，我们已经为您报道现场民众的心声。我们接下来会将继续为您追踪林焕仁的民患一生。现在我们将镜头还给主播。现在宣读你的权利，你要听清楚，知道吗？好。你有权可以保持缄默。保持缄默对你不一定有利。你可以请律师，但是请律师也没有用。那你的权利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那昨天大半夜的，你在暗巷里跑那么快干嘛？没啦，我们爸给我拍我的照嘛。昨天神奇撞球室发生了强盗杀人案，是不是你干的、啊？不然别人怎么说是你呢？我去的是迷幻撞球室。他妈的，还狡辩了啊！说，是不是你做的、啊？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问到哪里了？请坐，还有点时间才问完。他妈的，你应当警察、啊，连问都不会问哦！你再问一个小时再问不出来的话，你就不用混了。我多啊，哎、欸，厉害好了，后来给我传出来。说、啊，认不认罪啊？啊？干嘛？你下人，咱们去倒位做什么代志啊？好，现在进入到哪里啊？别做，你要救救我，他们刑求我。我当然知道你被刑求啊，但是你不但没有没做，找你承认不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审理至此，各位还有要表示意见的吗？庭上，我的被告真的是被刑求，所以才认罪的。他都已经跟检察官说过了。庭上，被告身上留下许多被殴打的痕迹，你看这个 OK 啦。由此可知，他的自白是刑求而来的。经过警方了解，还是拔罐呐。还有，你们看他的膝盖。你都是黑车啦！伊骑我都卖无细，伊悲惨呐！那杰作，你对于我们被告嘴巴这么红有什么看法？这分明
就是辣椒水灌出来的啊。那是缺乏维生素 B， 嘴角发炎啊。还有，我现在鼻子都会流出水，就是你们当初灌我水的关系啊。那是看守所卡硬啊，我会请守望可以干被子啊。庭长，我们有证据证明我的被告当初的自白呢是出于非任意性，请听这段侦讯的录音，充满了威吓的语气。昨天神奇中球室发生了强盗杀人案，是不是你干的、啊？不然别人怎么不说是你呢？我去的是迷幻中球室。他妈的还狡辩了啊！说是不是你做的、啊？他妈的一定当警察、啊，连问都不会问哦！你再问一个小时再问不出来的话，你就不用混了。庭上。整件案子现场不仅没有采集到被告的指纹，还有毛发，而且他还有变形球，还请金院审酌三思啊！啊哈，现场没有采集到指纹跟毛发，啊不就证明了被告作案之后清理了现场吗？对啊，而且就算录音带证明他一刚开始变形球，那这份笔录就不要用了吗？那其他有认罪部分还是可以当成是证据啊。被告当年虽然是个不学无术，也不是个好学生，但也不至于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啊。我看他分明就是个坏人嘛。我看了记录，你已经被羁押23年了，这个案子也传送24年了。正巧去年刚通过速审法，你是否愿意试用速审法主动申请减刑呢？我是无罪的。干嘛要申请减刑？我相信这一审一定会还我清白的。我觉得那个迷幻人应该是无辜的。大家都知道考试作弊，就不能把考试作弊的那一题排除掉，而其他算分啊。可是现在笔录已经知道有刑求，怎么可以部分采信而部分排除呢？对啊，这一点都不合理嘛。他第一天打我，就算他第二天没有打我，我还是怕被他打，那我当然什么都认了嘛。这怎么可以当作证据呢？其实我也搞不清楚是不是迷幻人做的，而且刚刚观审员的意见都蛮好，但其实我们不用采用啊。速审法施行将近2年，再不解掉，我们就不能再羁押他了。这下可不好，社会舆论会不会责怪我们把坏人给放了？虽然搞不清楚是不是他做的，不过反正过去几审也都是这样判的，我们可不能得罪以前判他死刑的学长姐们啊。那不如给他死好了啦。同意。本庭宣判，迷幻人有罪，判处死刑。退。妈的，法官，你要不听我们的意见呢？对啊，我们来观审是来观个屁？那浪费时间去法庭坐着当神主牌嘛？司改会申诉中心，你好。喂，司改会哦。是。听说5年前啊，通过那个法官法，我要检举那些法官、检察官啊，我要告死他们啊。这位先生哈、依法官法的规定，只有司法院合可的单位可以提出个案评鉴，一般人民不可以直接告法官哦。那呢？我以前都直接去监察院陈请他们这样定，就是要我们不能检举他们嘛。是啦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申诉中心啊，然后讲讲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帮你。好，就几年前那些警察诬赖说我杀人，还刑求逼供要我认罪。你有证据吗？有，我有几卷刑求录音带。每一次刑求每一次做笔录都有证据吗？这倒是没有呢。那怎么办？后来呢？说到后来，那些法官就是用那些没录到刑求的部分了来定我有罪，定我死刑啊！这样子我可不可以告他们啊？这位先生哈，我跟你说，这里啊，试测证据能力有无的判断，属于法律见解的问题，依据法官法不能提个案评鉴哦。你要不要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事由？啊，还有啦，就是我明明没有犯罪，所以现场根本就不可能有我的毛发跟指纹。就法官竟然说我是犯罪了之后去清理现场，这样子我总该可以告他们了吧？那听起来哈，像是法官认定事实违反论理法则，滥用事由行政，可能可以提个案评鉴。你这个案件现在进度怎么样？这个案件
还好，在三年前因为证据不足啊，无罪定谳，我已经被释放了。我现在就是要出来告死他们了。啊，先生不好意思啊，法官法的时效只有两年，你这个已经超过时效嘞。啊，所以我什么办法都没有了。哎，哪里？官僚他们常常说，这事情我们研究，我们在考虑，在思考。现在我们面对的其实是新的官僚，是群新的司法官僚，他们对于议题的这个攫取的能力其实很强。不过，如果你详细看他们提出来的解决方案，你会发现说，通常他们的模式是提出一个非常漂亮的法案的名称，但是内容恐怕是不堪一击。从刚才的案子里面你可以看得到。速审法跟法官法都是，法案的名称都非常漂亮。问题是，他在立法院所通过的内容没有办法通过这个现实案例的考验。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一群新的司法官僚？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唯一的解决的方式就是，如何让民众来关心司法，让民众更了解法律。这时候，司法院或者这些新的司法官僚，他才没有办法再拿出一些鱼目混珠的所谓改革法案来骗大家。司改会仍然会像以往一样啊，救援大家都认为有问题的个案，我们也继续做这个立法跟修法的工作。我觉得未来就是要凝聚这个社会压力，继续推动改革。我们会带很多的民众跟学生，也鼓励所有的这个民众跟我们一样，进到法院去做法庭观察，做一个现场的监督。还有这个学生营对志工培训，然后要检举不适任法官、检察官，我们会设社助中心，有大批的义务律师来帮忙大家。总而言之，司改会已经16年了，那么未来也会在大家的支持之下，继续来坚持我们的工作。有人要来我家扫厕所哦，来，今天小姐都欢迎哦。好，我家厕所比较大间啦，还有一间，来，这边。哎，怎么这么多啊？哎。